同款是艺文的消息，保阳兄弟图书馆三楼地方文化馆对即马开始到三月十三号，邀请到中华馆若愚书画学会举办墨香园中华馆若愚书画学会会员联展，现场有五六十八个小个有立体书的作品展出，作品内容精彩又个丰富。墨香园中华馆若愚书画学会会员联展，现场展示了真多作品，作品当中阁包括了各种无同款的书画立体，看起来精彩阁丰富。中华馆若愚书画学会成立伫民国一百年，是由已经过往的许金锥老师带领一群对书画艺术有真大兴趣的学员所组成的。因对书画的推展是非常的努力，定定举办书画教学、写春联、书画作品展览、甲出版作品专辑等等相关的活动。尤其民众甲书画的距离进一步介意甲欣赏书画，并且提高社区居民学书画的兴趣，让书画更加生活化，也提升了社区的文化水准。回元乡立图书馆三楼地方文化馆目前展出的是彰化县若愚书法学会所举办的墨香园彰化县若愚书法学会会员联展。那彰化县的若愚书法学会是成立在民国100年1月，那是由一群对于书法艺术有浓厚兴趣的学员所组成，他们对于书法的推展不遗余力啊，经常的举办书法教学、春联挥毫、书法作品展览及出版作品专辑等等相关的活动，那让民众可以更贴近书法，进而喜欢及欣赏书法，而且提高社区居民学习书法的兴趣，让书法可以更生活化，那也提升了社区的文化水准。即日起到3月13日止，彰化县若愚书法学会与埔盐乡立图书馆三楼地方文化馆举办联展。那这次的展览有各式各样的字体的书艺作品展出，那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莅临。馆长表示，这届墨香园中华馆若愚书画学会会员联展，登记到3月13日为止，欢迎兴趣民众做伙来观赏这顶爱写书画的作品成果展，并且诚心邀请乡亲来参与分享这个书画盛宴。新竹华新闻蔡良宪报道，彩虹报道。